你是谁啊？我是你将我呼唤出来的。我呼唤你？这里是哪里的？你又是谁啊？为什么在这里的？你不用怕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是你心中的无助将我呼唤出来的。你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你真的可以帮到我？嗯。乜嘢要求都得。嗯。咁你可唔可以令我得到更加多嘅灵感？跟住我可以写到一个全世界最好嘅剧本。嗯，咁我就将我嘅眼俾你啦，等你可以睇到人哋嘅过去，帮助你事业嘅发展。真嘅？嗯。但系你绝对唔可以参与或者改变人哋嘅过去。起身啦！如果唔系，你就会付出。你点啊？喺度瞓。喂，起身啊！老细，起身啊！老细。嗯。有事。大少，你几时先肯交稿啊？你老细日日催，你就日日追，真系俾你搞到人都癫埋。死。诶，等阵，你点入嚟噶？估唔到你女朋友嗰巴都几型下喎？点解你会？喂，你唔好扯开话题，你到底几时要交稿啊？你自己去同老细讲清楚，我唔得闲日日烦你啲嘢。话是话啦，点解佢会喐手打你啫？咩啊？都叫咗你唔好扯开话题咯。我话知你啊，你交唔交稿都唔关我事，费事俾你搞到我精神分裂。
2800，收錢啦。冇飲汽水啦，飲杯涼茶下火啦。啊？誒、欸？係啊，係呢個樣。昨晚又飲醉啦。你又知嘢？啊？打咩鬼啊？飲啦！係喎，點解你爺爺對我咁好嘅？又要請我飲涼茶？地地爆啊！咁飲唔飲啊？飲飲梗係飲。阿俊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如果有一日俾你有嗰个能力去搵翻你亲生老豆老母，你会唔会搵翻佢哋啊？搵，梗系搵啦，至少要问清楚佢点解抛弃我呢个咁聪明嘅仔仔啊嘛。冇玩啦，我认真噶。我认真噶喎，诶，你好似又知啲嘢咁样喎。我嚟聽下。冇啦，我隨口噏啫啦。我直覺話俾我知你知啲嘢喎。我老豆係咪好有錢嘅？佢想分身家俾我。發夢啊你！喂，去邊度？喂，你講清楚先發。喂，咁都得嘅？搞錯。你放心啊！啊，咩事？我一定会帮你搵翻个女啊！啊？你点啊？唉，又饮醉啦！